版纳傣族园风景区的大门口，在这里呢，欢乐的锣鼓已经敲响了，小鼓上们正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来迎接远方的客人。下面就让大家跟随我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傣族园的迷人风情。傣族园位于我省西双版纳州蒙坎镇橄榄坝，距州府景湖市仅27公里。傣族园南临热情奔放的澜沧江，北面与宁静秀丽的龙德湖相依。整个傣族园占地呢有336公顷，那么有5个村寨加起来有309户人家，也就是说整个傣族园非常非常的大。那么我为了要更好的了解哪些地方最值得去呢，我今天决定先坐上电瓶车去参观一下整个傣族园的情况。那么为了更好的了解傣族园呢，我们今天请到了对傣族园了若指掌的小曾先生。你好。你好。那我们再去出发吧。好的，请。有人把西双版纳比作一只美丽的孔雀，把橄榄坝比作孔雀的尾巴，而傣族园就是孔雀尾巴上最亮丽最夺目的羽翎。傣族园里的主要景区由5个原汁原味的傣族自然村寨组成，这里树木葱郁，四季常青，花果飘香。慢春吧。对，慢。有多少户人家？有118户现在。哦，118户是吧？有种田的，种些果树，还有嘛就是有自己的，有的橡胶，还有橡胶。没有，它没有围墙，有的就是以果树种植果树为那个界限的，也有。哦，种棵树就好像是一堵墙一样。对的。哦。在蒙巴拉纳西歌舞剧场，悠扬的歌声唱起来了，欢快的舞蹈跳起来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在昭示着这个喜庆的日子。这个表演是不是每天都有啊？对，每天都是3点半是吧？下午咱们这个傣族园里边，每天下午的3点半呢，都会有一场由蒙巴纳西歌舞团带来的精彩的表演，每天都有。然后呢，这个表演持续1个钟头，是吧？对。完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到外面的泼水广场参加傣人的狂欢泼水活动。有个民族在西双版纳，世代雨水欢畅。在这里，游客们除了可以欣赏到傣韵十足的歌舞外，装扮一新的傣族王子公主们都会到观众中去挑选王妃驸马，让游客亲自感受一回傣族独特的宫廷风俗。相机到舞台上来，多给他们拍一些好的照片。英文是顺利的吗？这个节目，然后呢，非常荣幸能够今天有幸当选王菲。您看看，她笑得那么甜蜜，那么阳光，那么灿烂。好吧，好，来讲一讲，说你。不回啊！哎，好的，那你就这样吧。是的。彻底的心了，祝你们幸福。
国王和王后亲自主持的，场面十分隆重。在西双版纳，至今仍保持着十分传统的婚俗，每当一对情侣结婚的时候，总要举行隆重的拴线仪式，由辈分很高的老人用棉线拴在新郎新娘的手腕上，祝福新婚夫妇相敬如宾，白头偕老。这种仪式傣语叫素宽，也叫拴魂，意思是把夫妻的魂拴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香槟的米酒不醉的。欣赏完美妙的歌舞，我被傣族姑娘们身上色彩艳丽的傣装深深吸引住了。不知道自己穿上了傣装以后会是什么样呢？我决定来这里试一套傣装，因为在傣族院